高兴雄鹰引炮配送于辽兵来犯。相府当奴才，说奴才不奴才，要三和四能吃菜，要三和四能吃菜，想也想朝廷为差我何处行来，俺回就住地下室，一路鲜花敲安排，一路鲜花敲安排，敲俺哎嗨，干什么的？启翁将军，这里是北韩的第一街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到此何事？恕我冒昧，来见你家刘军千岁。不明身份之人，快快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何时喧哗？启禀千岁，撞到一个可疑之人。哎呀呀，您老人家就是刘千岁，这是有言不是金镶玉，叩见千岁。你是？小人乃大宋朝楼阳坊乡野的当差。有何为凭？先与乡爷给千岁的亲笔书信。
河东六郡埋起了坑，要到大宋江山。万岁，为何吃杨行奇？来请呀，盘龙棍扫狼烟，天下也红。出北汉，王争宠，相识无缘。小刘俊飞蛾。自宋明灭河东可炫耀，大宋威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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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的何止？河东六郡大来山镖，要夺大宋江山，证明胡言收听，瓜帅正套。万岁不妥，此话怎讲？胡言收听与六郡乃是实教，今日朝中传闻二人安东来往甚多，偏偏今日又大来山镖，依臣看来绝非巧合，只怕这其中、还望万岁三思。好，老乡下殿去吧。臣遵旨。并不同三军，为什么你就住南宋秦京？难道说他进城？难道说他进城断藕连根？前者后者又
正，兵丁头子同兵人，万一有事万岁，将城召回，还有何语？此番征讨河东，非同一般，朕要御驾亲征。城垣已死，报驾。朕已改名欧阳湘为帅。你下殿去吧。遵旨。
万岁忽然交兵一致，分明是欧阳方从中作祟，只怕其中有诈。兵部为何取而复返？这兵部对朕一帅之举，请作何想？为大宋造鬼头，微臣别无他想，只求讨得一兵一处，也愿保家河东，可为万岁金泽开路，推辞断。元帅即是点卯，这点卯末正是本帅四十点卯，四十点卯，随你恢复别家，你要速去速来。遵令。
言收听，逃得先锋大营呼家河东，乱了老夫篡位之臣。我不免提前点帽，叫儿难以对方。身上传旨与家庆应证，手上与家庆证，便化一顾客凭，此乃社稷黎民之行也。啊，夫人呐，啊，你可知此番出征何人为帅？何人为帅？欧阳房。老爷，欧阳房与咱素有不和，此番出征。爹爹，待孩儿去到疆场，救助老贼，夺回帅印，交与爹爹担当。Oh!
夫人之言，收听谨记。此番河东之行，情势复杂，甚百难料，务必有应急之策。我走之后，你领詹詹出去落家山投奔兄长，一来教字取义，二来进行草连笔马，以防还于为上。
前迎，到；后迎，到；左迎，到；右迎，到；前行，前行，前行，不到。前行不到，万岁！两马点起，督察先行。什么？督察先行？万岁，先行回府别家，也许家有要事，故而延误点报。身为将领，难道家事能忠于国事？那莫非或是因为一衰之时吗？传先行，传先行。见万岁！参见元帅！叩见万岁元帅！下跪你是先行。是他。盘古至今，先行是奉元帅，还是元帅是奉先行？万岁！元帅无梦言道，私事电脑，尊臣回复陛下，程氏是不是提前敲定？哎呀，万岁呐、啊！程氏的冒三军皆知，哪有提前敲定之事啊？哼，未曾兴兵，先为君命，该当何罪？万岁！先行违抗军令，奉迎种子，念起老臣奏请，绕过他头次才是啊！念你触犯，可待朕遣列公布过。万岁，难哭啊！谢过元帅，多谢。快！万岁，三军齐起，候我主传旨。放炮就声，别。Thank you.
见千岁。原来是鬼差赵匡胤客到河东，已被我家小爷诓来了，这是给你的书信。出来，查寨慰问，说来投应，偶一应方。众将官，投应，去正。好。前来何人挂帅？老臣挂帅。先秀是谁？呼延寿弟。啊！想拿呼延寿亭，只莫国人勇冠三雄，传用飞枪，神鬼照经，挂他为先行，无计难成。欧阳法，你挑的也好先行，你挑的好先行。胡言上听俺在旁，大胆好。千岁为何杀起老臣来了？欧阳锋，你请看俺调先行。于传鹏帅，休走，看到秦岁、哎哎。二帅，快快上！哈，王千金。
好些呐、啊！何牌啊？李华未曾讲明，就被刘军大侠骂来。若非先行相救，老夫早晨刀下远归。哎呀，好心心，好心心，好心心啊！啊！什么好心心？今晚此事，他若奏明万岁，如何了得？帅收敬了，元帅收敬了，元帅我烧的什么敬？烧的什么敬？元帅被刘军大侠骂来，也能不敬？一排呼。什么大侠骂来，本帅用的六敌之计换作六军，是你惊吓鱼儿不能鲁莽，看起来就看
书一封，快快送往刘局那里，小心快去张三。预备，两校非君子，实乃无度不让从。这不是元帅的亲随吗？你到底无干何事？元帅所差，他人无权过问。收，好。走，送出校书一封。谨遵老乡令，今晚小跑，结识清骑营，乘机斩先行刘军。儿啊，将奸细严加看管，带赴龙棚见其牙齿。先行有紧急军情，要面见万岁。可有元帅命令？无有。无有命令，不走进去。军情紧急，尔等休打出来。
抬枪大烟啊！呵，不要！元帅降临！爹无忧，爹无生之。